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要进行就是 Golf Sportsman 升级我们原厂镜片型的盲点侦测系统。哦，那我们盲点侦测系统它是时速达15公里，它就开始侦测。那我们的保杆的后方会装左右两个盲点雷达的感测器。我们先把车子开到左边的线道，然后我们来抓右边的，等等我们再切右边，再抓左边的。太紧啊！我车啊，伊开啊，紧是要死的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，现在我们的摩托车一直从我们旁边穿过哈，那我们的镜片型它就一直闪。如果我们今天打这边，我现在要超车，它就一直快闪。他提醒你说：“哎，边啊，你这卖无下桥车。”好，现在打左边哈。你敢还关掉？我们现在测试左边喽。好，好。